当暴力大尊遇上甜心仙子。我想起这个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割不掉。当然别动。会手下留情的。漂亮，很准哈、啊！看一下这个五十个，掐了十次，肯定挺准的，是吧？这么美的一人，当然要留在身边。放我出去！言而无信，你这个大魔头，狗屁不是！哎呀！不放到室内边，当然。待着。